目前在场上为您演练的是印度的选手 SAJAN。 少姐，请问一下，他们在做旋风腿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要求？因为我刚刚看到好像有一些人的脚的高度不太一样。旋风腿呢，要第一个一定要吉祥，然后第二个一定要过肩，对。然后呢，他如果是在转360，他的角度一定要到。哦， okay。 脚呢，它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它如果是扣分点的话呢，它就是好像看起来脚好像也有一些高度的要求。对，要它如果是扣分点的话，它就必须要吉祥腿，就是它的那个摆动腿啊，在右腿要打的摆动腿，它的脚尖一定要过肩。对，那它会有所谓的脚拍到手的这个击拍，对，那这个击拍呢是不能落空的，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声音出来。对对对。 对，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印度的SAJAN的选手，那整套演练呢看起来非常的平稳。最后的分9.11，他是number 16。好，最后印度得到的分数是9点。